人类、疾病、传播、健康、家人。2020夏天，人类面对未知的未来已经足够恐惧了。相信大家甚至全世界都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最新的产品。我敢说，它来的正是时候。大家好，我是盖茨比尔 ，MCB 口罩的 CEO。相信大家都用过我们的产品，就是普通的口罩。当我们公司经历了6个月的不眠不休之后，我们也成功研发出了比普通口罩更有用的口罩。至于为什么我们在这期间推出呢？因为再不推出，我们就没有钱可以赚了。MCB Pro Max，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MCB stand for Mass COVID By。我们赛夫口罩已经拯救了地球无数的性命了，但是我们还想做得更加好。这一次的 MCB Pro Max 的造型跟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虽然我们在里面塞了一堆东西，可是我们还是把轻薄还原到最极致。CBOS69， 这是它搭载的处理器，由我们公司最新研发而出。这个处理器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能让我们的口罩过滤细菌的速度提升 87%。 比起上一代的口罩， MCB Pro Max 可以防止更小的细菌进入我们体内，比你脑袋还小的都可以。 Kiss ID， 谈到了口罩，大家也肯定会联想到隐私和安全问题。如果今天你不小心戴到了别人的口罩，那真的是非常的尴尬。所以为大家介绍 MCB Pro Max 搭载了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 Kiss ID。 Kiss ID 是非常容易使用的，而且非常的精准。只要你戴上了口罩然后 Kiss 一下，就好像这样。VR Keylon， 这个是我们 MCB Pro Max 最值得骄傲的其中一个功能。我们了解到现在很多的情侣都分隔两地不能见面，但有时候却按捺不住自己想要来点东西，但普通的 Video Call 却又做不了什么，所以就有了 VR Keylon 的出现。只要你和你的女朋友都戴上了我们的 MCB Pro Max， 你们就可以尽情的打 Keylon， 那个触感是百分百一样的。我现在就来示范给你们看。Hello VR， 哦，我们现在打 Keylon 哦。啊，你戴了口罩啊？OK。那我没有骗你们啊。 CB Storage， 大家都知道谷歌有谷歌 Drive， 百度有百度云盘，当然我们的 MCB Pro Max 也是有自己的库存的。但我们除了东西是食物，我们明白大家上课上班的时候即使饿了也不敢吃东西，所以在口罩里面设放了可以放三块饼干那么大的位置，也方便大家戴着口罩吃东西的时候也不会被发现，就好像这样。Drink More， 这个功能也是我们 MCB Pro Max 这次的主打功能。顾名思义，就是在你口渴的时候，让你有免费的水可以喝。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喝到别的水。我先在现场示范给你们看。你需要准备的是两个 MCB Pro Max， 走，一起去。你可以给我打开轮吗？MCB Pro Max 的功能就介绍到这边，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到附近的专卖店去预购，一定要快，货没有限，可是我们快要没有钱了。 MCB 有它更有趣。